有了，有了，我。你进去了。对啊。我要发在这个上面。啊，你要请他们分享你的直播。也不用啦，我这又不是要那个卖东西的。不是啊，这样可以让。我是不是戴口罩会比较好看？看你啊，还是你要戴那个过年的那个发财的口罩，算比较好。不没有用啊，这样可以啦。增加你的粉砖的那个能见度啊。是这样吗？对啊。我看一下哦，先确认一下这个没有问题。你只要请他们分享就 OK 好。OK，我这个进来没有问题。哇，这廖老大真的是好多人看，这边看没有问题。来来来，你现在开始直播了吗？那哦，我没看到东西啊，我看到了。没有啊，有看到我的脸吧？有啊，我看到了啊。有哈，对啊，那我好，现在可以跟你讲话吗？可以啊，没什么差，好啊。反正有人看没人看都没关系，因为今天本来就情人节，人本来就不多。有啊，有5个人。有吗？有。哎，跟我打招呼，你看不哎 到我是好像看不到你们讲话，我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应该看得到才对。那这样可以不是分你啊，要看跟这不样看。可以讲话吗？等一下哦，问题是有有三，人跟你讲话吗？你可以跟我回看啊，有吧？你们应该看到我讲话了吧？你说新嘿。来的朋友，帮我按爱心。啊，哎，你好会直播，因为我进都来看的到，朋友是吗？哎，就我突然是想到，帮我按爱心分啊。享一次抽不到，分享2次就抽到了，刷一排汉堡，这没环保可以刷。白痴吗？好啦，要来抽奖了啦，分享啊，要分享啊，这样大家才可以一起参好啊，加。就是分享影片，不过因为是抽那个什么。抽之前影片当中有留言的奖品，然后今天情人节嘛，所以会有加抽。对，你们现在看到这边都是要抽出来的东西，哇，累积好多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来按一下这个抽奖。OK，那我先从简单的开始抽，这个 Hakko Mini 的。智慧插座，我来看一下 Hakko Mini 的智慧插座，这个智慧插座要来，先来抽出这个。OK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享好玩有趣的事情。OK，复制。那这个抓取出来啊，留言的部分啊，我会看说它是不是有效的留言。好，那来，要抽出第一位哦。这个是 Hakko Mini 的智慧插座的，来，一二三。最近在学冥想，好，这个算是有效的。谢俊凯。等一下，有一个那个本要记录一下是谁中奖。Hakko Mini 插座，OK。今天预计还要再抽出一台安博，2台一波，然后一台的梦想霸主，这是在那个。YouTube 抽奖，然后 IG 抽奖之后还会再抽吼，然后过来下一个就抽出智慧灯泡，哎，智慧灯泡的话是这个台湾大智慧家庭的这个产品，它下方就是让你们猜说我那一次是用了什么样子的产品哦。这个的话，我等下随机抓出一位之后，我会去对他的留言是对的还是错的。那我这边有正确解答哈，是 Google 音箱，不管他打 Audio Mini 都是可以的
然后智慧灯泡、温湿度感应器、智慧插座跟智慧电扇。啊，品牌没有讲出来没关系啊，因为我相信有些人应该还不太清楚品牌，可是你们可以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东西，这个就 OK 了，有讲出来就 OK 了。来，刚刚已经抓了嘛？对，我刚刚已经抓了。好，来，开始抽奖。智慧音箱、灯泡、立扇、温湿度感应器，看一下有没有对哦。音箱、灯泡、湿度感应器、插座、电扇。音箱、灯泡、电扇，有了。湿度感应器、插座 ，OK。这位是李正，这个是智慧灯泡 ，Google 的五光智慧灯泡。哎，我好像没有拿给你们看吗？这个智慧灯泡。哎、欸，你们听我讲话的声音会不会很小声？哦，不要。不会啊。不会吗？因为之前我直播的时候有人说过很小声。好，那过来下一个的话，我先抽这个 LE Box。好 ，LE Box。先看一下那个抽奖规则。就我通常在抽奖的时候，就是之前都是直接用录影的，就是直接剪那个给你们看嘛，比较不会说这样子直接开直播抽。哦，有，海外华人首选嘛。读者留言，抽出一台嘛，所以是海外华人首选。好 ，OK， 就关键字就放这个，来咯。啊，记得你们领奖的时候，我会有在 YouTube 的底下跟你们留言说你们有提醒有中奖了，那你记得要来我的 FB 的专页上面跟我讲，然后贴你中奖的那个截图，还有你自己的账号，我才能确定是你本人。哦，因为你们有些人的 YouTube 跟 FB 账号是不同的 ID， 啊，你们直接说，哎，你们中奖，我是不知道是谁。来，一二三，哦，司怡勋，恭喜。LE Box， 我先登记一下。来，这一台 LE Box， 恭喜司怡勋。好，再来的话呢，梦想盒子，好，梦想盒子两台哦。梦想盒子，那个霸主，两台。我真的是拖太久才抽奖了，所以真的是有够多要抽的。来，我稍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要抽奖的那个规则。啊，对了，现在在现场啊，朋友。欸，我刚刚是不是有放过来？我会多加抽两台，当你们的情人节礼物送给你们。哦，现在在现场的朋友，然后。后面会加抽的，公布抽奖规则。底下留言什么？我要梦想棒主。好，欸，不对，开错了。OK， 这里。有效的留言是。哇，好多哦，854折。
要梦想霸主，没错吧？我要梦想霸主，我要梦想霸主。好，留言要包含我要梦想霸主，然后抽出两台，好，两台梦想霸主，呜、哦，吓死！好，梦想霸主来，要抽奖哦，一、二、三，抽奖。恭喜 LAVAESTT 跟汤仁华，恭喜两位朋友啊！我都会在影片底下你们有留言的地方标示你们有中奖。可是啊，如果说超过两周的话，我就会重新再抽了。哦，就跟之前一样。稍等一下，先记录一下中奖者。梦想霸主，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有人留言，我都没看到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在右边。音量开最大才刚好，很小声哦。好，我尽量大声一点好了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把那个我的那个 C922 Pro 也调到最大声了，可是它好像收音还是很小声。来来来，梦想霸主抽完了，过来抽安博盒子吗？哎，不对哦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不对，先抽一波，因为一波有一台要在 YouTube 抽起来，是他单的。那因为一波他寄了这样子一套过来，他有一台是要抽在他的那个电视盒的部分。那还有一台是抽在我们那个季度评比的地方。哦，这次季度评比真的拖一点时间呢、啊，真的跟你们抱歉一下哦。想要先抽出这一台一波六 Max， 这个，哎，先抓取。一波也是蛮多的，761折。IG 抽奖，我会在 IG 再找时间再抽出来，因为 IG 的抽奖我之前要抽真的是有点麻烦，它很容易当掉。我要一波六 max， 好，一波六 max， 好，OK。这是单独的那个一波六 Max 的那支影片的，好，然后抽喽，一二三，抽，黄清祥，恭喜一波六 Max， OK，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重复中奖，一波六 Max。单机，好 ，OK， 然后过来，简单的先抽完，因为有一个是要抽安博，又要抽那个一波的，就是那个电视和记录评比的部分。那简单的就是万波投影机，哎咻，万波投影机这一台，万波投影机哈。OK， 反而万波投影机的那个分享啊留言好像没有很踊跃，大家都比较想要电视盒。抓取278、哦、其实有一些啊就是观看不高的，然后你们如果有留言抽的话、欸、真的比较容易中奖。像电视的真的是太抢手了。OK， 我先确定一下。给你的亲朋好友，哎、欸，领奖的时候我会跟图，帮我留言分享一下。如果是你们拿到 Z，、okay.
问说要干嘛嘛，对，好，那来，有效留言才会中奖哦，来，一二三，抽奖抽起来是怎么回事啊？哎、欸，不是哦，这个东西是拿到 X1 Pro 投影机，然后你们会用在什么样的环境？这个抽奖抽起来是不算的哦。来，重置。哎、欸，好不容易抽到，结果是抽奖抽起来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来来来来来，确定一下，重新抓取。OK， 来。再抽一次哦，一、二、三，抽奖，好，啊完呢、欸，我想要投影在家里的白墙看剧，超赞的啦 ，OK， 啊完，这是万波投影，不是那天你有注意到的啊完吗？机。对对对对对，跟你朋友是一样名称，所以有印象。有印象。哎咻，好，万波投影机。哎咻，过来。哦，好，来抽麻烦的了。我想一下，这要怎么抽？先抽出一台，之后再抽出一台。好，那我记得这个的抽奖。我是要你们抽什么？哦，你们最喜欢哪一台电视盒？所以一定要在里面提到我喜欢哪一台，或是直接提出哪一台电视盒，这样才算有效的留言哦。好，来。先抽出来的这一位呢，就先抽一波6 Max 哦。等一下会再抽安博出来，啊，你们放心 ，IG 的我都会再抽。好、哦、，OK， 抓取留言。哇，这个是625折，来，先抽出这个是6 Max 的。先打一下季度评比，好，六 max， 先抽这台，一二三，哎、欸，这样子会不会很呕啊？就是好不容易中奖了，结果自己没有打到关键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不容易中奖了，结果自己没有打到关键的东西，哎，无效留言，再来，来，六 max 哦，记录评比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来，哦，最喜欢梦想霸主，可惜我是抽到六 max 给你，不好意思啊，下一次的记录评比梦想的那个。老板有跟我说他会提供抽奖给你们，你们可以期待一下。好，恭喜这位 W I L L Y C H O U 六 Max 过来，是安博九代哈，在那安博九代，哎、欸，包装都还在哦，包装都还在。安博九代，如果有在看直播的朋友啊，你们如果还没有在我 IG 上面留言的 ，IG 之后还有机会哦，因为通常这电视盒厂商都会寄两台来抽奖，那我就是拆成 YouTube 跟 IG 啊，来，安博九代。同样电视和记录屏蔽的抽奖开始哦，一、二、三，我看，
之前看了阿肥每一个电视和工程介绍，小云八 P 还是有做出差异性，毕竟只有他有内建卡拉 OK APP。哎，这个应该算哦，因为他有说他是喜欢小云八 P 的。好，恭喜这位是 FLEXHSIEH。恭喜！哦，对 ，IG 的中奖几率比较高，因为留言的很少，不像 YouTube 那么多。来来来，睡哦。OK， 来，现在直播里面有九位嘛？九位吗？对啊。好，来。九位朋友，刷一下你们的那个赞给我，让我看到你们，因为我这边可以看得到。然后我把那个标出来，把你们的 ID 标出来。快哦，快哦，快哦，快哦。快哦，快哦，赞哦！来，我现在看到第一位，赞哦，跟我说赞哦。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我刚才直播的时候说有两台情人节今天抽奖要送给你们的，对，就是谢谢你们来看我直播。该不会都没有人要按赞了吧？哎、欸，快点，让我看到你们的赞，就是留言留言留言出来。你们用按那个按的赞我看不到，你们直接留言打赞，或是比那个图片的赞，我才刷得到。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听得到啊。听得到哈。留言也可以吗？对对对，留言打赞，留言打赞。像我这样子留言打赞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像我这样留言打赞，我这样看到你们的那个，我把你打上去这上面，打上去这上面才算有那个哦。然后我等一下直接用写的哦，我直接把你们编号，然后我直接写的，直接当场用抽的哈、哦。然后二，看哦，我这边顺序会写到，来，杨振。这边顺序来，乌家线，过来是 S H O W S H O W N A Y， 哦 ，H H O N G。XIN 有看到直播的，在那个留言区打赞啊，我才会把你们的那个名字记下来啊，我会给你们编号，等一下我就是抽编号哈。七雷克斯。八吗？我看一下哦，我、哦、有有有，八，然后 有五三有九，好，然后还有没有还有没有，还有吗 ？OK。都有记上去了哈，没有记上去的人出声哦，赶快哦！我现在先去拿纸，我把一到九人全部写下来。哎咻！哎咻！
撞到我的三萤幕。哎、欸、小。哦，你们情人节快乐啊！来，小、哦、一号，这个一号哦。没有哦，哦，放在里面。哎，我这样是不是要拿着啊？你可以帮我拿着吗？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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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顶着好了。哎，不行啊，还是要拿着，给人家要看到。那我要伸出手。好，这样。OK。好，等我、哦。在我写完前，有留言按赞的都会计算到、哦。二号。打疫苗的手臂还在酸哦。所以你现在要加剧我的病。要加速，好。没关系，我靠着这个。四号，来四号，我要给他们都看到，就是确定我有放进去。对啊，因为我不会让那个离开。五。离开镜头。哈哈，哎，等一下五号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这个要画一下底。五号，等下抽出来太像二号，来，六号，我现在在看有没有新的留言，你知道吗？有新的留言，我还要再那个，还要再写上去。有泰利斯，有吗？好，哎、欸，我写到七号嘛，好，七号。其实如果你们有追踪我 IG， 应该会发现我就不时也是会在抽奖。好、哦，爱丽丝是十号。等一下，那个，哎，我应该没挡住你哦。啊？什么？洪俊凯有了。洪俊凯有，他在六号。来，先写一下，十号。哎，他说六也要画哦，你六也要画下底线。哎，对，我刚刚是不是没画？那你写到九号了吗？那你九号就做记号啊。欸，我刚刚写到几号？我不知道。欸，不对，我刚画到几号？你看这边有几张纸，就知道你画几号了。好，对，你好聪明哦。那还好吧。来，等一下哦。一，啊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。七八，我画到八号。那你刚好九号可以做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九号，九号，对对对对，有有，我九号画了。来十号。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没有了哈。等一下开始抽奖就那个哦，十号。十号。好。来，给我。来，给你们确认一下啊、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哦，我都看不到、哦。哎呀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我最后面要抽的时候讲的。来，这个就最后一个了，没了，帮我拿一下。十一号。好，这一位最后一位哦，来，十一号哈，来，我把你记录下去。
十一位，你们看得到名字哈？应该看得到吧？我看可不可以放大。放大，可以放很大。哦，以上十一位哦，不再加了。OK， 来。好，我重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好，来啊、哦！其实我也不知道。谁会中？哦，我是这样随便抽了。来，第一位，帮我拿一下。第一位中奖的是几号？八号。八号是墨和味。啊，记得。私讯我寄件资料，恭喜你，金色。然后下一台，哎咻，来，好，这个，来。几号？哦，四号。四号是 S H O W N A Y， 恭喜！哎，你们记得要来那个私讯我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会在 IG 抽。那 IG 抽的话，我会再想一下我要怎么用 IG 直播分享给你们。好，可能这一个礼拜会抽完的、啊。就是抽完 IG 的部分，好、啊，那今天谢谢你们陪我直播这个抽奖，那我们下一次再见了，好不好？有中奖的朋友记得要私讯我的粉丝专页，那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你们，祝你们情人节快乐，拜拜，拜拜。